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今麦吼来介绍的是这个福禄总会的纲领跟政策啊、因为秘书长和我伫这个福禄联合总会来服务吼，啊，一般的人拢无了解讲妇女会咱是要做啥物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简单来介绍，咱妇女总会啊，所有各有分会，每一个分会后摆咱要做啥物吼，第一点就是讲妇女联合总会，咱号做妇女会，后摆啊呢，正式是有那是政务官呐、啊、吼，嘛是公务人员，唔是像外口想的讲吼，含即马即个流氓政府共款的，伊是讲合作民间团体，咱妇女会绝对唔是民间团体，所以呢，领导若有想要参加妇女会，后摆也甲我报名，所以唔好烦恼讲啊，伊迄。合作民间团体同款公务人员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简单介绍，咱这就是讲女性，咱查某的嘛有足敖的啊，这是阮妇女的偶像吼，啊，我若逐摆介绍，拢一定有这三尊吼，大妈、二妈、三妈拢该请出来吼，所以这三尊啊请出来吼，都无输查甫的啦吼，但是嘛，唔是讲。阮查某的着熬到安怎吼，所以讲男女有分呐，但是头壳吼，身体是无同，头壳吼是同款呐。所以讲吼，咱这个妇女的这个后摆啊要做的什么政策，咱甲这个吼目标，就是咱这个目标是要遵守国际妇女。理事会啊，与国际接轨哈，加强外交，提升政治跟经济交流，这个是最高单位的目标哈。啊，来就是说功能呢，咱功能就是讲协助政府政策落实，照顾百姓为家庭、社会某福利。咱这个功能就是。配合政府的政策吼，来照顾咱的这个老百姓，咱唔是伫抽税的，咱是伫照顾人，是伫付出的吼，是伫做功德的啦吼。啊，来第三点是讲，你这个叫做性别平等，我们一般吼，就是讲，妇女吼较早的地位是足低的，所以我们在争取性别平等，为妇女争取应有的。合理的权益，吼，就是讲男女平等啦，吼，卖讲啊，查某的以前查某的拢，查甫食饭了后，查某的才会当食，吼，迄古早啦，啊，即马是较平等，但是在外面职场，就是讲工作上，吼，啊那是查某的较弱势，吼，喂，哦，查某的较弱势，所以我们妇女会。一定要争取男女平等、啊、工作平等、啊、自由平等安尼。所以讲，来第四点就是讲，家庭暴力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，就是讲，咱这个社会局做无足的所在，咱妇孺会爱来协助来做吼、哦，来保护弱者啊啊，对这个暴力家庭吼。哦但暴力家庭吼，即马查某的话，阮也真强吼，嘛有迄个某咧拍翁的呢吼，所以讲，有咱的暴力不代表讲，干那查某的吼，去予查甫的拍这种暴力吼，男生被女生欺负也是可以来投诉妇女会吼，啊，咱好好啊，甲咱的妇女教好吼，啊，所以讲来第五点就是讲。提升女性自主及品德教育，古人说“贤男淑女唱楚郡，不求毕业万家兴”。教育的启发，
发扬母爱，温柔体贴的天性。咱就是讲吼，咱即马那是讲，咱是男生是贤人，女生是淑女，安尼万家拢会足发展的，吼，拢会兴。啊，咱要安尼进行，我们妇女会就是要来教育，爱教育咱所谓女性的品德。那么咱啊，查某的足温柔，咱后摆讲要做日本人对不对？做臣民对不对？所以咱是查某的呢，古早日本人吼是上界贤惠的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女性的品德教育，你那是讲品德教育好，一个查某的，会影响全家，咱影响查甫人，影响是大人，影响咱的子女是谁。那么你那是讲领导后摆啊，囡仔要爱有出头无，要有好的后代无，嘛是这个女性的品质一定爱提高，因为女性是人类的第一个导师，第一个生出来要教的老师，就是咱的女性，是咱的妈妈嘛。妈妈教囡仔，伊这个囡仔，这个后代，伊会当出脱无，是盖在咱女性。所以女性的品德，甲伊的伦理教育足重要。所以咱一个社会，甲国家要坚强，一定嘛是女性爱先提升，因为女性人讲，查甫是天，查某的是地。那么，咱查某的这个地基若拍好咧，咱一个社会甲国家才会兴盛吼，这足重要。那么第六点呢，妇女的职场保护，妇女的职场保护就是讲，即马上班的场所，过去真济不平，即阵嘛是还袂完全合理啦吼。你假使讲查某，你若是产假吼，还是教育囡仔期间呢，就是讲你一定爱辞掉，无甲你保留这个工课。吼，啊，咱只有一个日本的淑女啦吼，是毋是日本教育囡仔产假教育囡仔时阵，伊公务人员如果他是请假请长假，咱工作也是要保留，这就是咱要争取。我们一定要男女平等，这个中间男女平等，所以袂当讲查某的你即马在教育囡仔中间，啊，你的工课就甲你辞掉，你就无这个职位，所以变到即马安怎？查某的变不爱生囝，有他保护工作，我爱一定爱顾腹肚的这个原因。啊，咱若改这个不公平的这个条例呢解除掉，啊，请妇女吼。增产报国才有机会哈，所以一定爱这个为这个金元掠起啦哈。啊，而且即马诶，政府是讲啊，经济为什么爱安呢？这就是讲啊，它是保护财团，伊保护财团呐、啊，伊一年会当赚900亿，但是薪水乎你1万8、2万2尔，互你无通食饭，无时间生囝啦吼，啊嘛无时间去创啥物代志啊，这足重要，咱一定爱改革吼、哦。来，就是讲健康养护教育，认识疾病跟医学与健康医学的分辨啦吼、哦，这足重要吼、哦。我行医50几年吼、哦，啊，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咱老大人嘛无敢教育，四大人嘛无敢教育。伫学校讲健康教育，他们咧搞不清楚啦吼。因为咱即马错误是对，咱的即个卫生署啦，伊保护的吼，就是敢那疾病医学。所以你那健康医学他不给付，所以你那是无论你是健康出问题。啊！你是疾病，他一律给药吃，无你叫你太太啊！你若姑母会来吼，
无需要洗身的洗身，无需要汽车汽车，啊，无需要食药啊，互你食一大堆，这个是非常错误。由我们妇女会来大力推展教育哈，每一个人家庭拢一定有健康失调的时阵，或是有意外。那么我们妇女对这个认识，那好的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的平静。搁而且简单来处理吼，啊，那袂向的是母甲规家吼乱乱吵吵，啊，把倾家荡产，非常非常的不好吼。所以讲，咱的这个健康养护教育，因为疾病医学是来自于外面，古早讲吼，真药医家病，真病无药医，对不对？先生，哦，这个先生吼，咱这老医生吼，伊就知嘛。所以讲，真病无药医，为什么要搁用药啊？搁用开刀？咱就是一定爱用物理治疗，或者是调理的方面来调整功能，加上营养就可以。哦，啊，你那是疾病医学，就是讲疾病，疾病是来自于外面的侵犯，就是讲你细菌、病毒甲你感染，吼、哦，唔是你家己身躯发生的，叫做假病。那么你这个发炎还是外伤，这个疾病一定要吃药啊！啊，你那不是的，是你家己老化退化所引起的，哎，你的压力，哎，你的食物，你的药物所引起，通通叫做健康医学，绝对不是疾病医学，不是恁走去病医，伊都有法度给你处理，大家拢比菜市啊较闹热。各间病院拢客满，这是非常的错误，浪费我们的资源，而且败坏我们的身体，这足重要的、哦、所以这个区块，为了这个区块，我毅然决然投入3年半、哦、但是7年前我就参加、秘书长的华礼，我一路跟过来哈、哦，忠心耿耿，没有两样，啊对不对？大家一定要忠心，对不对？咱这条路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然后推展文化语言艺术的培训，因为咱的语言呢，即马囡仔足侪免讲台语啊，对不？啊，免讲台语，你讲你台湾人敢讲会过袂嘛？吼，所以讲啊，文化嘛无啊，像迄大医馆，人迄台湾古早时个，伊都甲拆拆掉啊，吼。我们的文物被摧残的非常很多，而且艺术方面吼，足侪拢袂记起啦，袂去啊。像迄做龟裂啊，有无？那个我小时候我也会做呢，咱咧地龟裂啊，迄有无？会凉快吼，啊，地起来佫轻啦吼。所以讲很多艺术方面也是流失掉了吼。来，咱就是讲。第九点就是托儿所、单亲课外服务。咱即马吼，四对到三对呢，一半较低的离婚的嘛，啊，你讲对不对？那么离婚的单亲呢，他的小孩子麻烦得很，伊老爸老母若要去趁钱，囡仔无人顾，足济安亲班吼，幼稚园拢比大学较贵，对不？这个一定要来改善。好，替家庭来谋福利是我们妇女会的宗旨，所以讲对这个一定爱来教，因为安怎呢？为是外国新娘，伊嘛袂晓教，我们妇女会来帮忙妈妈来教，教好伊成一个真正的台湾人，哈、哦！啊，来个婚姻的建构辅导、法律道德规范，日本是男女分工合作，哈、哦！你那是。离婚的吼，不管你是娶几个、嫁几个，囡仔是公家国家的财产，后壁是国家的栋梁吼。你查甫的薪水一半，你看公立代还是讲私人的，主动汇到迄、那个囡仔妈妈的口子，互你会当安心，母仔仔会当食饭，会当继续读册来教育。啊，你那是讲查某的咧，你交几个查甫，你若无去办结婚，查甫一定爱嫁乎你。啊，那咧查某的呢，你一定生活起居打理，然后教育查某一定爱做较够。安尼囡仔唔才袂歹去。咱台湾即马足凄惨的呢，老爸嘛要做老母，
啊，老母嘛要做老爸，敢做会来？无法度啦。所以咱即卖囡仔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呐，吼、哦。啊，要找老爸，有时啊找无，有时啊要找老母无。咱妇孺会呢，将来这个婚姻建构哈、哦，我们一直会来推展哦。啊，无某的来我家登记，有某的来我家登，无翁的来我家登记哈、哦。我们把它凑一凑哈，无、哦、一定爱办结婚。喂，养一个收大声吼，怎么无电器啦吼、哦？咱该凑一凑啊，大家互相照顾。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成员呐、啊、吼，安尼嘛是会使，对不对？有同意无？好、哦，我唔是要做媒人咧，我无要赚媒人钱呐，但是我可以来凑合吧，条件相好，啊，会使的吼，会下的，咱来做朋友互相照顾，做兄妹啊嘛无要紧，吼、哦，做家弟啊嘛无要紧，把一个家顾好势。啊，无咱这台湾真正会土气啦！即马会使讲足济无家庭的，对不对？真正这是真正无好的所在啦，吼！啊，我现在把妇女会的大要吼，我介绍完成吼。啊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呢即马要来执政啊，大家拢来点交，就是后摆是政务官，对不对？政务官，你知影啥物咯？政务官就是主管呐、啊，是领导人呐、啊。咱呢，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治国的方法。咱无论派伫倒，尤其咱四千人吼，官位拢非常悬呢。啊，那么非常悬，咱爱有心理准备，而且咱即马爱继续学习，咱怎么样来管理？哦，过去我有伫战略学会吼。你就学到一点点啦，吼！所以讲这个法则呢，一定要加强人伦教育这个基础啦。一般咱一个囡仔吼，出世台湾即卖现象，读到博士毕业拢读二三十年，对不对？拢坐伫啊听人讲尔尔嘛。咱即卖呢是爱讲互听呢，咱要做主管呢。所以爱学好，你要安怎讲互听？你以前拢互管尔尔，咱即马就是袂爱管人，迄是足无共个嘛。所以呢，要管人呢，咱以前讲听人讲是学习知识啊。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讲不是外在的知识，你是要调理内在的人伦。你道德观念品格，这足重要。你的基础内在内在美啦，内在美，老师讲的讲内在美哈，内在美你有的话，外面知识全部都通，一精通全部都通嘛。所以讲呢，你如果把家己的品格道德观念啦准备好，咱在政治伦理方面。行政伦理，还有公务伦，拢总定定安尼哦。换一句看卖啊，哈，公务伦理一定要遵守。好、哦，你像讲阿扁啊，即摆掠去关安尼，搞政治伦理，哈、啊，有无？啊，上无伊嘛做足济高速公路啊，雪山隧道啊，什么高铁嘛，你若出去就看到伊的政绩嘛。不能是用政治来加在法律上面啊，这个没有政治的伦理。咱日本也好啦，吼，外国啦，吼，美国，你若这个政党选到对一个单位的首领，哦，立委也好，总统也好，过去的政策要一定轮替落啊。咱这不是啦，即马你做的用这项啊，我。即马起来做这项，我无爱甲你做啊！我家己搁一个政策出来，我做家己。啊，阮遐吼基山内门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乡长吼，即马当选啊，起一间公所啦吼。即马换对一栋搁调调来，即间无爱放面啊，蚊啊馆，你知无？那个有没有政治伦理？而且行政伦理也是未使，嘛是丧失；公务伦理也丧失，因为安怎？
乌白用钱嘛，迄拢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。你哪会当啊起来起，总爱放恁蠓仔罐底红板的？哦，这个是看得到的，我是比喻啦，那个就太差劲。我们台湾人就是有这种的歹处，所以我们一定为咱即马开始，我们要当官员了，咱爱彻底改进，而且哈、哦，让人民哈、哦、刮目相看呐、啊。讲我和所有的人看起来拢惊一条，哎呦，啊你即马是安怎？门看发烧无？哎，食唔着药无？不共款，要刮目一新。人阿扁啊，敢那做一项啊，亲民，甲这个桌顶吼，甲迄服务台安尼切落啊，安尼伊就赢得人心呐、啊。啊，咱呢爱搁较侪步，将来吼、哦、政策是秘书长会予咱吼，咱一定爱和蔼可亲，因为咱要做一个父母官，就爱有父母的心。咱对所有的老百姓，咱一定。爱像伫爱咱的囝安尼，做会到无？会吼，所以咱是人民的公仆，咱是伊的父母官，咱就是伊的父母同款，爱一个一个的百姓，有困难啊，爱家，爱家，哎，喂，爱家帮忙嘛，啊，佮而且爱家照顾，咱爱笑眯眯，袂精袂歪，即阵吼，都咧管了啊呢。啊！若果予接到政权，哎，还得了？所以中国人教咱迄步绝对袂使用。若安尼用，咱台湾民政府会被人家唾弃，绝对袂使。所以讲，咱即马足欢喜，有一挂军手分配去咱的基层吼。哎，每一个事务所一定爱笑眯眯，予老百姓惊一条讲：哦，啊靠！然后咱安尼有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吼。袂去，予人讲啊，恁都共款，啊共款，开都爱咱啊，唔免啊嘛，咱大家拢都退休，都即来公园啊遐散步得啊，对嘛？吼、哦，所以讲绝对袂使迄落过去的官僚阁摕来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过去讲，你若要来讲代志，讲吼，提前来讲啦，对无？啊，阁有一句嘛。提前来讲，没有提前来讲，讲啊，烟酒烟酒嘛，烟酒烟酒嘛，吼、哦，烟酒烟酒嘛，吼、哦，都爱搁烟酒烟酒啦，这绝对拢袂使。帅哥，换那个领导的注意事项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这个世界吼、哦，要和平坚强，咱一定爱伦理道德。社会才会和谐，家庭才会圆满的吼。因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，是咱上天给咱的恩典啊，对不对？天公伯啊，讲给咱来到这个世间呢，这是伊的功劳嘛，是咱的福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大家人一定要和平相处，唔是对老百姓爱好，咱平平咱的同心嘛。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，要互相帮助，要相亲相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妇女呢，一定要有这个妈妈的这个本性，佮而且呢，工课咱嘛是要有一个妈妈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你若拄到人无甲你打招呼，你讲你先甲打招呼，咱先做起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即马佮落啊，吼。就是讲，咱爱做官员呢，你爱注意啥物？你要做领导人的同时，你爱注意啥物？哈，来，这就是讲吼，一般做官员讲啊，我主管我足大嘛，我足大嘛，啊足大的时阵吼，伊拢无要用鼓励，对不对？用批评的啦，哈，就是用批评啦。那么批评呢，要力求精准，嘿。忌讳批评不准确啊，与事实不符，引起反感，要求根据啦。你那是讲，你要讲黑白念的东西，要讲指责的东西，如果你那不行动，你这个主管就会下台哦。这点足重要的哦。大家拢讲，哇、哦，我即马上大，我讲话就是用命令的啊，吼。
啊，用替想的啊嘛，欸，你这是安怎做了？安尼安怎多啊？这个是非常正常嘛。咱讲的公众正常，其实做主管安尼是不正常哦，哈。所以讲，我们以鼓励赞美来代替批评，你这个主管才会做了足好，人才会认真、足欢喜对你的哦，哈。这个要反过来哈，来讲点等点到为主啦，哈。暗示，要具含蓄间接特点，要懂得迂回，不能说穿说破，才能免于伤害下属的自尊心。谈话要有技巧，硬干不行，袂使讲吼，安尼就好啊啦。用参详呢，用两个办法，啊，考来考去嘛，要叫伊做这项来讲吼。莫讲直接的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点一个就好啊，绝对袂使吼对方讲，干呐你看轻伊，还是讲哦啊你予伊有压力，哦你特别足大安尼，咱你若是讲像是大人倒，你对囡仔，为人嘛是即马是囡仔会遐歹，就是安尼啊，大细声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是安那，人讲美国会遐呢。迄落伊就是自由平等，咱无论咱呢，迄就是人权啦。囡仔嘛是有人权呢，咱袂使讲你阿咧，我欢喜要甲骂就甲骂，要甲拍就甲拍。所以这就是袂进步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人美国会遐很强，那么全世界欧盟啊，大家拢要倒去，是安怎？德国特别袂倒，啥物原因？吼、哦，也有公布吼，因、哦、的人作守法啦。所以这几点咱一定爱甲学起来。美国的人权自由遵守，都是会足心的啦。那么呢，德国呢，伊拢遵守伊的法律，每一个人遵守法律。咱遮是毋是拢做后做法律漏洞？哦，这是流亡政府搞出来哈。所以讲没有遵守法律。每个人吼，拢家己自私自利啦吼，敢那出去路啊行都知影，这占咧我上大位的，都是我的吼。啊，你即马骑脚踏车，都是细细位啊，吼。啊，你即马那是脚踏车去哦大台的弄掉吼，绝对得大台爱赔，迄是啥物法律？你脚踏车乌白弄，害人大台车去甲你弄掉，安尼嘛是应该是细台唔对，唔是大台拢唔对呢。咱只是讲大台你拢唔对啦。世代啊，用行你方弄掉，讲行，行的弄掉咧。外国袂当安尼，外国吼，你那是用行无照规矩，你去哦大台弄掉，照常你唔对，吼。所以讲袂使用安尼做标准啦吼，这咱爱改革。所以讲讲话就讲点一个就好啦，吼，袂使直直念直直念吼，是直接到到底。你一直讲屁相到到底吼，这个部署，若无叫你死吼，伊就会家己甲你死掉，你就减脚减手，你知？每一个部署拢是你的脚手啦，吼。所以日本呢，伊会遐强，就是讲吼，军民一心呢，啊，阁是伊军民一世。伊军民呢，就是讲我皇帝甲老百姓，拢是我一个身躯。拢是伊个身躯啦，男士为是伊个鼻啊，为伊个目睭，所以拢足重要。有爱有迄个心，所以因呢会百姓，伊有爱心，所以百姓足忠。全世界上忠个日本对无？啊，上有礼貌个嘛，日本嘛。所以呢，一定爱尊重人，唔只会全世界第一。即阵现本事嘛，军事嘛是。第一个哦，美国拢带伊个呢，吼、哦，当时佫敢去甲讲迄个珍珠港吼，唔只会红制裁甲只嘛吼，说话不要说到死吼，无、哦、退路啦，啊，下属采取弹性的政策，你掌握尺寸，啊，讲究分寸，讲到的话。话言要准确，态度要诚恳。就是讲，
你讲话茫讲死去，一日就讲啊，你绝对安尼啦，我甲你看准准啊，你无效啦，安尼讲死去啊吼，你一定讲话爱分寸啦，袂使讲无好听的话啦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，一个人甲一个人，他值多少？一个要用什么标准？是盖在你的讲话啦，你的讲话呢？会当，予你看出你的人是值偌济啦，吼，或是无价的啦，是在你的讲话之间。啊，无人呢，一个身躯拢嘛同款。我伫病院看五十几年啊，大家身躯拢嘛同款啦，吼，啊，大约都一样，但是头脑就不一样，头脑不一样，讲话就不一样，吼。价值点就在说话之间呐，所以领导的话是一个操练舌头的灵活战术，是一个剑术。咱咧跟人讲话就是一种的剑术啦，吼。所以讲咧，咱爱略显圆滑，得爱袂使讲讲话讲甲细细格格啦。佮而且咧。一定要维持团队的利益，你讲话袂使为着你家的利益，还是你家己的身份足大的讲话，可以说是一种常用的外交语言啦。咱即马看人讲话，拢是一种的外交，啊嘛是一种的战术啦。唔是讲哎、我想啥凊彩该讲讲的就好啊吼。后摆咱是大官员，我们是政务官，你要主导下属呢，拢讲，哎，绝对袂使讲一言九鼎，人讲水咧泼落地是难得收啊，所以讲哦，说话没有橡皮筋呢，你讲讲唔对啊，我提壶啊来呼呼的切切的，人已经听落记一世人，所以呢，讲话一定要慎重哈，啊，所以讲。话夹子不能乱放，有时打开，有时要关闭，是一种颠覆不破的真理啦。这真理就是讲啊呐，你那是无应该开嘴的，而别开嘴；啊，应该开嘴的，你搁唔开嘴；应该开嘴的，你都唔开嘴，就是没有担当嘛。你哪不定主意跟政策嘛？啊，你那是乌白讲话呢，是无你的，你就是讲你无迄个修养啊，无道德观念，所以乱说讲话啊。乱说讲话是讲讲你伫你的位置不该讲的话，安尼你马上会下台，吼。所以讲这绝对要注意啊，咱要有真济无讲吼，下次我们。好、哦，咱再来，有时间咱较接当啊听，还是伫网络吼，礼貌地位拢爱吼，树立威严吼，这还阁真济，咱无法度通上啦吼。所以讲，讲较简单的就是讲吼，咱要爱，国家会当长驻久安呐，在我们的基础官员足重要，咱基础家就是咱的经济啊，所以。咱一定要多多注意，咱家己过去安怎不管，咱即马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就是一个政务官，就是一个官员啊，所以为即马去，我们要好好搞本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多谢大家。各位同心，好好休困。